有意无意呢，在打包装发货，因为他家他表姐啊买的 Q 十，他表姐一方面自己吃，一方面让他那个亲朋好友，给大家买的营养品，这个、保健品，保健品呢，这不就 Q 十吗？完有蜂蜜，膏状的蜂蜜，这个咱家也特别爱吃，它不是那个传统意义的，就是。那种液状的，它是一种膏状的，我反正特别喜欢，感觉也很方便。其实那个液状的，它经常是结晶啊，还是什么的。对，这个没有那问题。对，这个就没有那个问题，一直是膏状的。有意无意还真的是往国内亲朋好友那儿发了不少，大家都挺喜欢的。这是啥呀？那是钙片，那个也是我。这是钙片哈，啊，这是我表姐要的。啊。Q 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Q 十是保护心血管、心脏的。这个好像是在国内也非常重视，那很多中老年人必补的一个选项嘛。这个是可兰的，可兰是哪家公司？是美国公司还是加拿大公司？Costco 的下属的一个，相对来说品质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也在吃。有意无意也在吃，我很少偶尔吃啊。这个吧，怎么说呢？有意无意，他妈妈吃的效果特别好。三四年之前，就是14、14年啊，6、7年了都。那个他妈妈有一阵儿，就心脏感觉特别不好，上下楼啊，都喘得歇好几气儿。有意无意就给他妈妈买的 Q 十给寄回去了。他妈妈吃完可以说是巨变。其实咱们这吃没什么感觉，就是保护一下心脏，所以说想起来吃，不想不起来就拉倒。他妈妈说呢，就是吃完感觉特别好，这也事实证明他妈现在状态一直都挺好的。具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真的是这个药效啊，真的没法说。这有一方面我也相信，因为呢，据说呢，就是人30以后吧，就是这个 Q 十的元素呢，是一种支持心脏功能的一种东西，心脏的润滑剂。润滑剂，但是呢，人到30以后就不会，25岁以后就不没有了，就是自我不会分泌这种东西了。那也就是说呢，人工的、人为的去补强心脏的这种功能吧。这个分两种，有一个是100毫克的，一个是200毫克，就是镁离的含量不同哈。200毫克那个就是含量更大一些，更适合老年人了。一般正常的要是中年人什么的就是100的就行哈，现在咱们吃的都是100的，你妈那是吃的是200的吧。这个钙片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在加拿大喝咖啡喝的多，喝咖啡多呢就是容易引起那个钙的流失。就这次我和老卡去温哥华玩嘛，就是这个手指甲就出活，我觉得就是缺钙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赶紧打开一瓶这个钙片。我可能吃了3、4天，我就感觉就状况就好多了。所以我现在再坚持吃两瓶，我是觉得需要了我就吃，我不是每天都吃的。我就是觉得，哎，我最近可能是有点感觉缺钙，我就赶紧补一点。之后我觉得好了就不吃了。那加拿大呢还挺好玩的，其实我自认为我身体挺好，如果要在中国呢会不太重视这些事儿吧，但是呢到加拿大呢，其实我的营养品也不少，一天吃好几粒儿呢，但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半个月都不吃。我是觉得，哎，我需要这个了，我就吃两粒儿。比如说我觉得，哎，我缺钙了，可能最近我就补点儿，我不会像老卡每天都吃。我哪天吃了？看他，小卡给他买一个保健品的小药盒，保健品的那盒，然后每天里面装了好多。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身体好不好跟吃保健品没多大关系。哎，有关系，有关系。我觉得就像，哎，我觉得像那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像软骨素什么的这些，吃完还是有感觉。哦，那个是属于是关节。其实这些都不是药，都是营养品，就是属于营养保健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吧，这个身体素质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天生的成分占多，就主要是先天基因就决定了。比如说我也不锻炼，我天天就是特别不爱锻炼，老卡是天天锻炼。然后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到那个荣耀的那个人体秤上去测一下什么体脂啊什么的，我是样样指标都是正常的，老卡呢不是这个偏高就是那个偏高。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因为咱家有个体脂秤嘛、哎、我是挺关心的，所以说体重控制的还可以吧，这样就好一些了，不会、啊、我这叶黄素吃了好几天了，反正没啥感觉啊，我这眼睛还有一个上角好像有一点、这个、你一下子就能好的，你这个东西叶黄素得慢慢补充。加拿大这些营养品吧特别多，说到也特别多，什么葡萄籽儿，还有什么哦，葡萄籽抗氧化的，原先那个还有那个小黑瓶的是给你姨夫带那叫啥玩意儿哦，那个叫还有一个叫黑蜂胶，黑蜂胶对对对，抗氧化的，什么增强免疫力的、啊、我都不知道到底管啥了，反正是身体哪个部分都保护一下了专门保护。我跟你说，吃多了它互相干扰，对身体没好处。我这个人呢，不，它都是自然产品，就是、不是药吗？不是说不主张吃药，我觉得所有的药对身体都不是很好。就像钙片什么的，这个补钙这个可以吃的。一类的啊，你这种人说话自相矛盾。那你说你别的不也一样吗？你都需要补充吗？那你自身的呢？你吃的也不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吸收能力，就像你那个耳朵，你现在你能跟孩子比耳朵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一方面本身能力就差，再一个呢就随着年龄这些在丧失。我说的意思是虽然你吃的都一样，你跟年轻人吃的一样，但你跟年轻人吸收的能力是一样的。真不少啊，今天吸收好多。放一起吧，因为那个盒，这个你要是邮的多了，快递就给你盒。他那个盒比较好，我这个盒有点厚。好嘞。